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第339面，339面。最后一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这一句是经文，下面是黄念老的注解，想者，对缘身心越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这叫想。下面举例子，如于境，在这境界取男女等种种差别之相为之相，所以想这个字，诸位看，这个字是六书里头属于会意，就中国文字造字的原则，这属于会意。你心上有了相了，这叫想。我们想一个人，想一样东西，想这个，想一桩事，我们常讲有印象，心里面呢就会有个相。所以想属于执着，叫着相了，着相。能取境界差别苦，对境呢，它就有分别心，就有好恶的心，它会生这些烦恼，跟着这个想连带生起来，譬如贪想、嗔想、痴欲想，是三恶想。这想是意在造业，虽然没有言语、没有动作，起心动念呢，它已经造恶业了。造业通通都是有果报，而义务实在讲是身口的根本，如果义不恶的话，身口不容易造业，那么断烦恼我们就晓得了，要从哪里断起？要从义断起，那么此地法藏菩萨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他能够远离，不执着贪嗔痴欲住相，这是我们讲断烦恼从根本断起。如瑜伽罗月问经，这是举经里面的一段话，为菩萨行布施时，布施是利益众生，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
佛告诉我们，适财的财富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布施法是因，得聪明智慧是果报。布施无为是因，得健康长寿是果报。这三种果报没有人不爱啊，没有人不求啊，但是怎么个求法他不知道，这非常可惜啊。在佛门里面常言说得好，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是真的吗？千真万确。为什么是真？它有道理在呀。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大富大贵之人，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有大财富，那是过去生中，不是一生修得的，肯定是很多生修积，叫积功累德，这一生果报现前。因果当中有个语言，这个字特别重要。我们修结了因，但是缘不成熟，果报不现前。什么时候缘成熟，什么时候果报就现前。所以总在这个缘字，佛家讲缘生，他不说因生。因此有很多人修了好多生，大果报现前了。越急越厚所以这个道理懂得了，我们就知道改造命运。改造我们生活的环境，你懂得道理了。有理论的依据。尽管去修，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收获不在这一生，就在来生后世。因果通三世这是事实真相。财有内财，有外财。内财的布施比外财福报更大内财是用我们的体力，用我们的思考，用我们自己的时间为别人服务别人有苦有难的时候，去帮助他，这个属于内财。身外之物那叫外财。
尽心尽力了，就是圆满功德。了凡四训，云谷禅师叫了凡先生，他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确有其事。他说有个农村里面的女孩子，家境非常贫穷，到寺院里面来拜佛，身上只有2文钱，很少啊。恭恭敬敬的供佛，这2文钱拿出来供佛，老和尚亲自给他回向，给他祝福，以后这个小女孩做了王妃，再到这个庙里面来，带了1000两黄金来供养。老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回向，他就很气，他说我曾经小时候到这边来，我2文钱的布施，老和尚你亲自给我做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钱来，你怎么叫你的徒弟给我回向？老和尚告诉他，你年轻时候那个2文钱，你真诚心呐！我不跟你回向，我对不起你。今天你富贵了，身份地位不一样了，你带着这个虽然1000两黄金啊，来供佛，可是你的心呢，跟从前不一样，你有傲慢的习气。我让我的徒弟给你回向就可以了。这说明布施不在布施东西的多少，在你真诚。印祖的话，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小时候年轻，布施的钱虽然很少，但是那个真诚心可贵呀！今天你没有那种诚意了，所以1000两黄金的功德比不上2文。这是非常的发人深省的故事，绝不在事物多少。2文是圆满功德，千金他现在不值千金啊，拉千金在他算不了什么，在当时2文是他全部的财产，所以他的功德是圆满的，所以老天爷公平呐，不施，穷人就不能修福啊！穷人这一生真诚修修的福，比富贵人修的福大得多了。我们想想，云谷禅师的话很有道理啊，所以要发真诚心。要发恭敬心，要发谦卑心，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要谦卑也。
对一切人事物都要尊重，都要恭敬。这个人福报就很大啊！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了凡先生眼目当中，这人后福无穷，他将来会发达。贪嗔痴的念头，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都是恶业。啊，贪而无厌呢，恨之入骨啊，这都是造极重的罪业。啊，造业决定有果报。啊，果报在三途，贪心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啊，所以贪嗔痴是三恶道第一个业因。佛教人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是教人什么？教人不堕三恶道。啊，三恶道确实有，我不造三恶道的业，我就不会堕三恶道。要想断贪嗔痴，对于世缘一定要看得淡薄啊，真正做到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世间第一等聪明人，第一等大福报的人，不是做天王人王，不是的。诸位心里明白，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是世间第一等大福报的人。为什么呢？永远脱离轮回了。不但永脱轮回呀，永远脱离十法界了。你说这个佛报多大啊？脱离十法界的人去做佛做菩萨去了，那这种人正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我们就知道他有大善根、大福德、大因缘呢，跟佛有缘是结了大缘。啊，依佛的教诲，尤其是遇到大乘经，遇到净宗法门，那还得了吗？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所以对于世缘一定要放下。生活在这个世界，要像菩萨一样随缘妙用啊，随缘就是一切都不计较了，妙用是样样放得下了啊，放下了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
这个贪嗔痴你放下，清净心现前。啊，要是分开来讲，啊，放下贪，清净心现前；放下嗔恚，平等心现前；放下愚痴，正觉心现前。你发愿求生净土，你决定得生了。啊，《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你统统得到了。啊，经里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心净则佛土净。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觉的法界，居住清净平等觉，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清净心生同居土，平等心生方便土啊，正觉生十报庄严土。啊，我们真的搞明白了，搞清楚了，永脱轮回。求生净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啊，它有没有障碍？有。障碍就是没有办法放下贪嗔痴。真正把贪嗔痴放下了，你的障碍没有了，你的业障小掉了。啊，愿消三障诸烦恼啊！你不放下了，你的障碍就去不掉，放下障碍就没有了。瑜伽罗月问经说得很好，菩萨行布施时，以利欲想、修持想、无痴想对治三恶想。利欲对治贪想，不贪了；修持对治嗔想，无痴对治痴欲想。你看他能对治，啊，人生在世，生活很简单的，有一点点就够了。有余不施，缺乏的人，这个贪的想就能断掉。啊，人的贪欲就是财色名食睡呀。这五欲适可而止，古人修行都希望这是缺一点，
啊，不让他满足，都有欠缺。这有什么好处呢？对这个世间没有贪念。啊，如果物质上的时候样样都能很满足的话，他就有贪念了。啊，患得患失，这个对于念佛往生是很大的障碍，不能不知道啊。啊，财少一点好，色出家人是永远离开了。啊，在家都要知止啊！啊，名利也都适可而止，不要去给人争。啊，争就是造罪业，争不到的命里没有，啊，争到的都是命里有的，命里有的。何必要去争呢？啊，用竞争的心，用非法的手段所取得的，全是命里有的，这冤枉，真冤枉。而且不正当手段取得的，一般说对你已经打折扣了。啊，比如说，你命里头只有100个万，100万，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你只能得50万，自己觉得很满意了。啊，我比别人能干，啊，我能挣得这么多，殊不知，已经打对折了。你命里不止这么多，你是冤不冤枉？啊，如果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自己有一点呢，都希望布施给别人，这是菩萨的行为。啊，他的结果怎么越施越多，越多越施。绝不留给自己享受，啊，留给自己享受就错了，啊，不必，啊，粗茶淡饭呢，是最健康的饮食，我们听了科学的报告，这个上一堂课，黄年老举科学家的报告，他讲从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的微中子，这个物质小到什么程度呢？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它有能力穿过10亿公里，10亿公里，就是10万万公里，金属
他自由往来的。这个信息让我们联想到今天这个空气里头带着有病毒的这种微生物很多，它在空气里面流转，它能透过人体啊，那这就讲我们一般人讲免疫的能力了，透过你体没有沾染。如果透过你身体它停留在里面，那你就感染病毒了。我们穿衣服不行，它能穿透啊，喷到你身体里面的啊，穿再厚的衣服啊，防毒消毒的衣服都不行，它连钢板都能透过。啊，我们这个水泥墙壁挡不住啊。那你就越想越可怕了。可是佛告诉我们，清净平等觉能保护你。你心地善良、清净、慈悲，它通过你的时候一点障碍没有。如果心地不善，心里面有毒，有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心里面有毒啊，他遇到之后他就会停留在你身体。啊，那么你身体就带病毒了。啊，为什么传染病会造成严重的死亡？啊，我们最近也听到报道，好像有些地方鸟类啊，大批大批的从空中掉下来了。啊，报道里面他们死得很凄惨，啊，死亡之前叫的声音很凄惨。掉下来之后，啊，口里都流血，啊，所以一般科学家检验，他可能是吃了有毒的东西，当然有可能。那么这种带着病毒在空中漂浮。我相信这些东西会带给地球上生物严重的灾难。佛法教导我们，修清净心，修慈悲心。清净心不会染污，慈悲心能够解毒。再大的怨恨遇到慈悲都化解了。学佛的人懂得啊，一定要修啊，离欲、修思、无痴。
啊，无痴，那就要学经教，就要认真念佛，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是念佛三昧呀。念佛三昧功夫浅深不等。啊，像经上讲的理一心、事一心，确实很难。啊，但是功夫成片，人人可以得到啊！只要你真肯干，二三年得功夫成片，得到功夫成片，往生就自在了。啊，我们如果把功夫成片也分作九等，上面三等的，我相信就可以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想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不必要啊。理一心，事一心，啊，不必要那么高，功夫成片就可以做到。啊，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善根、有福德的人。菩萨舍所施物，生利欲想。不着相就利欲了。布施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啊，不要想着我做了多少好事。啊，多少人受到我的恩惠。这样想就错了。布施完了之后，心里干干净净，若无其事，永远保护你的清净心重要啊！啊，在顺境里面，不生贪念。在逆境里面不起怨恨啊，无论自己受什么样的冤枉，受什么样的羞辱啊，受什么样的伤害，若无其事啊，忍辱仙人被割礼王割戒身体，没有一丝毫怨恨心。嗔恚没有了啊？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众生跟我是一体，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质所生，还能计较吗？被凌迟处死，心地清净，若无其事。这叫功夫啊！啊，我们今天受一点点小的委屈，都斤斤计较，那这是什么果报呢？这是地狱的果报。嗔恚堕地狱吗？啊，你那个斤斤计较是嗔恚心的，怨恨心、不平心的。啊，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所以原谅别人是利益自己，自己大幅度的提升造作罪业的人，他有他的果报吗？决定没有怨恨，守住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不被外境干扰，善缘恶缘都干扰不了你。你念佛三昧得到。于求者娱乐因缘，故诚慧心薄，明修慈心。来求有缘来跟你认识了，你一定要给他，给他什么？娱乐的因缘，这个要学释迦佛。释迦佛一生接见众生，没有一个空过的。佛是以法布施佛没有财呀。佛只有三衣一钵，他没有东西布施给人，都是法布施。劝导大家破迷开悟为人说法，不论是长说短说，深说浅说，一个原则帮助他破迷，帮助他开悟。破迷，他不迷了，他自然就离苦了。不迷怎么样呢？贪嗔痴可以放下了，这是苦因嘛。你有贪嗔痴，你有这个苦因，天天有苦报。知道这三样东西，自信里都没有。它是属于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只要有阿赖耶，你就出不了十法界。只要有贪嗔痴，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不是佛，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了解事实真相之后，我们对他就很淡薄了。这个时候他天天闻法，为什么呢？不天天闻法了，怕境界现前呢，又忘掉了，又随着境界转了，那个麻烦就大了。每一天都进，每一天听教，就是天天让经典来提醒我们，就这个意思。逐渐逐渐呢，自自然然就深入诸法实相你才真能放下，放下贪嗔痴慢疑，放下一切错误的见解思想，我们的身口就没有过失了。
啊，你看嗔恨心不，这是修慈相，一次不是回向无上道，痴心不。回向经上常常讲的三种回向，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回向法界。这就对了。啊，不求自己，啊，也就是一切功德不为自己，为无上菩提，啊，庄严无上菩提，为一切苦难众生。绝不为自己求安乐，其实为众生，为菩提，都是为自己。啊，自己境界提升了，向着无上正等正觉，啊，修净土的同学更直接了当的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回向经文庄严佛净土，那就是正法求助啊。啊，回向众生，所有一切功德都回向众生，都是为众生做的，啊，没有一样是为自己。我们看诸佛如来给我们做的榜样，清清楚楚。啊，诸佛菩萨自己放得干净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四相没有，连四见也没有。四见是心里头连念头都没有。才得真清净，真平等，真自在啊。啊，想想以前在迷而不觉的时候，多痛苦，日子多难过。啊，每一天生活在忧虑、恐惧、不安、烦恼习气之中啊，今法藏大师不起三恶想啊，立诸烦恼啊，我们还得加两个。不但贪想、嗔想、痴想要断掉，还有个慢疑啊，傲慢，对圣教的怀疑，啊，为什么？如果对圣教怀疑，
这一条不能彻底放下。佛菩萨来教我们，我们都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佛法决定要从真诚恭敬里面得来，不诚不敬，你是决定得不到的。所以学佛首先学诚敬。诚敬在哪里学的？在《弟子规》学，在《感应篇》学，在《十善业》，这三样东西真的完全落实了。你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应用在学习，那你真的是积功累德了。你真正获得的是法喜充满了，烦恼清，智慧长。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六尘。不着者。不贪着也，一般讲不执着。进一步说呢，不但不执着，分别心也没有。为什么不分别？全是自信所现的，业识所变的，相由心无，事由理无。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讲，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自然就不住了嘛。色等就是下面讲的声香味触法六尘也。尘是形容词。什么意思呢？染污，尘垢是染污啊！这六样东西都是染污的呀。色。染污你的见性，六根根性被染污了；身染污你的闻性，香染污你的。鼻的根性，鼻根性；胃呢，染污你的舌根性；除染污你的身的根性；法染污你的意根性；六根的根性被染污。
啊，那么六根根性就迷了，迷而不觉，这称你做凡夫啊。如果六根根性没有被染污，那你是菩萨了。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面讲，菩萨舍食用根，菩萨不用六识，为什么？六识是迷，啊，转六识为六根的根性。我们凡夫见色，马上就分别执着，那是什么？分别第六意识，执着莫那识。啊，莫那识里头有贪嗔痴慢疑，就跟着起来了。啊，菩萨不用六识啊，用什么呢？用六根的根性。根性是什么样子呢？根性是清净平等觉。菩萨用见性见色，那不是色尘了，是见色性，明心见性的。啊，用耳根闻，闻性闻，用耳根是闻性闻，闻身性。你看，这六根这样一交替，六根全是见性的，见性成佛。啊，所以教光大师在楞严真脉里头，大声疾呼学楞严的，要懂得舍食用根。他话讲的没错。啊，楞严会上佛是这么说的。可是自古以来，这些住楞严经的大德们都没有说这个话。二是用天台智者大师的直观来解释楞严。啊，天台的直观没有立实心。啊，就是说他还是用阿赖耶。啊，教光大师指出的是正确的。啊，不可以用直观来解释舍摩他三摩禅王。啊，应当依据经教舍食用根。啊，那就见性了。啊，见性成佛。深沉呢，一切因生；越深，于造生等等。你要不住。乐声是音乐，优美的音乐，听了还想听，着相了。啊，噪音听得很厌恶，啊，不想听，它偏偏受它影响，听了生烦恼，也着相了。不着相不生烦恼，乐声呢不着相。不生贪念啊，所以会修行的人，六根在六尘境界如何保持清净平等觉？
不受外面环境影响，相成彼之所辨别，分香与恶臭，未成舌之所辨者，饮食之种种美劣之味，促成身之所促成所辨者，例如细滑粗涩、寒热温和等等。第六法尘，为一根所对，前五尘分别好丑，而其善恶诸法。这是简单做一个说明。六根所对的六尘境界。最麻烦的还就是法尘。法尘其分别，其执着。生善恶之法。这个善，欢喜就是善，厌恶就是恶，顺自己意思的就欢喜，我讲不喜欢的他就厌恶，又此六尘中，如男女之美容，丝竹歌咏之乐音，旃檀与男女之声香，饮食油膳种种美味，上妙衣服与男女身份柔软细滑之蹴鞠，皆令众生贪著其事，不得处理。这一段就讲得细了，详细一点。我们能够体会到贪著其事，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如果过分的贪念，果报就在三途。我们要把不能把这些东西放下，大家想想，能往生吗？往生条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条，心净则佛土净。信愿持名，学习的目标在哪里？就在这一句话，心净则佛土净，信愿持名。你如果不把六尘放下，你心怎么会清净？心不清净，跟极乐世界就相违背了。念佛人到临命终时，确实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如果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在最后咽了一口气的时候，心里是念阿弥陀佛，也能往生。
但是你要晓得，这个机会太渺茫了，一万人当中找一个都找不到。啊，这是净土的殊胜，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六尘越淡薄越好。这是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的人。啊，对于六尘境界，这生活在世间不能少啊。有可以，没有也好。绝不要计较，啊，绝不要去贪念，一切随缘。还原观上给我们讲的四德，随缘妙用啊，啊，妙用就是不执着，不分别，不去计较，那就妙用。啊，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啊，一分别计较了，我们的道心就没有了，阿弥陀佛就不见了。啊，所以心里头只要摆上阿弥陀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多好啊！用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境界都转过来了。眼见的是阿弥陀佛。耳闻的是阿弥陀佛，鼻嗅的是阿弥陀佛，舌尝的是阿弥陀佛，啊，六根所接触到全是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往生。还有丝毫贪念世间，那就是一条绳索在那里。捆绑住他了，他去不了啊。最后一念，这条绳索断了，他走了。临终这一条绳索他断不掉，又搞六道轮回了。这个非常非常可怕，一入轮回。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再遇到佛法，就得人生遇佛法，机会很渺茫啊，肯定是能遇得到，但是这李老师讲长劫轮回啊，轮回里面你知道受多少苦难，下面说经法藏菩萨内无恶想借力惑因，这惑是迷惑啊，只要里面内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很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啊，把这个断了啊，你就能够离开惑因了。啊，或是迷惑，不着六尘。啊，这个外面的境界，五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五欲六尘是外缘呐，缘要离呀，你才不迷惑，你心底才清净啊。
五欲六尘这一个，心就不清净。如果全有，那还得了吗？真正学佛，断恶这个缘是要摆在第一位。弘法利生重不重要？跟这个相比不重要。正法求助重不重要？也不重要。为什么？只要有这个，你根本就没有正法，你根本不能够弘法。你要想弘法，先断烦恼。啊，你真正得清净心，你才能弘法。你展开经卷，你才能体会到几分如来真实。经典文句是个引子，把自信里面的性德引发出来，你才能自性化它。五欲六尘，它是障碍，它障碍你的发愿。发愿有内外，对内障碍你开悟，你开不了悟，障碍你的修行。你真不了苦，外缘是障碍你利益众生啊！你讲经说法，众生听，众生把你的意思全听错了，不容易啊！所以清净心要摆在第一位。啊，那换一句话说，法藏菩萨在此地，所教导我们的，啊，内无三恶相，外不着六尘。复利其祸之源，啊，把这些内外障缘统统给它断掉啊！精心思。明其因果，为内力合业之因，故能止外合业之缘。内外皆离呀！清净平等心现前。啊，接着下面，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啊，这是诵一本的经文。要是爱好、喜爱，啊，心里面没有别的，
就是喜欢呢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一句话下面有注解：但者为也，独也。啊，此二句要跟下面一句一起读下。啊，就是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作为一句读下来。啊，前面两句呢完全放下。此二句是一念单体，南无阿弥陀佛，此真净业之刚宗啊。前面两句不起贪嗔痴愚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诸法，这是两句。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这一句是一念单体。我们今天这一念单体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为什么？过去诸佛所修善所修的这个善根呢，就是这一句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或前面两句，这三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这正是净业刚宗。前面两句是放下，放下迷惑的因，放下迷惑的缘，缘五欲六尘啊，因是见思烦恼，这一句佛号才念得好啊。才念得有功夫啊。或者我们说，才念得有功德了。念的时候是功夫，念完之后是功德。啊，功德是什么呢？是定慧。啊，你因为你前面放下，所以你烦恼轻；因为你念佛，智慧增长。何况又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这真的加持啊！啊，《华严经》明。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这一句经文要记住啊！你说这个念佛法门
比不上其他法门。为什么十地菩萨从初地到十地，他们在没有登地之前所学的法门不一样啊，真是八万四千法门。登地之后呢，通通修一门，就是念佛法门，而且呢都是念阿弥陀佛。华严经上说的啊，怎么知道念阿弥陀佛呢？文殊普贤劝导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往生净土啊，向阿弥陀佛学习。就是这回事情啊。这个活动多么壮观。啊，我讲过几次，毗诺遮那佛看到没有生气，没有制止啊，啊，看到生欢喜心啊，啊，华藏会上这些菩萨都是毗卢遮那的弟子，文殊普贤全把他带跑了，都带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个，毗卢遮那佛没生气，没有一丝毫嫉妒障碍。啊，生欢喜心，见阿弥陀佛好。为什么？在华藏世界修行，时间长。到极乐世界去修行，这个时间大幅度的缩短了，很快就成就了。啊，这有什么不好呢？佛佛戒念，一切皆成佛。我们前面读过啊，啊，每一阵佛心里都常想，都希望众生赶快成佛。为什么呢？早一天成佛，就少受一天罪业。不愿意看到众生在受苦受难了，这是佛心，这是本善啊，人心本善都是希望一切众生能够快一点证得究竟圆满。所以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密集的合作，十方世界诸佛如来
他的弟子只要登地了，修行达到初地以上这个地位了，这个登地是别教，不是原教。要是原教就是初住，别教初地菩萨脱离十法界了，他真的一真法界，就是十报土。到十报土了，全都修普贤大师之法。我们这个经的第二品，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菩萨不修普贤法，就不能够圆成佛道。所以地上菩萨全修普贤法，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今天一开头就修普贤大师之法，哪个法呢？《无量寿经》就是普贤大师之法。省多少事啊，直接稳当啊，快速容易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本经大教缘起的第三品，云去来现在佛佛相念，这句话叫三世诸佛，佛佛都互相念，都是念阿弥陀佛，佛佛相念，念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没有不讲阿弥陀经的。讲这个经就是念阿弥陀佛，讲这个经就是劝大家求生解脱，快速的证得大圆满，目的在此地。菩萨往生的，生十宝庄严土。声闻缘觉往生的，生方便有余土，六道人天一切众生往生的，凡生同居土，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这一句可不能漏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想念，就念这个事情啊。又观佛三昧经云：二十会中
既有十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啊。过说本源，皆以念佛得。这个念佛功德多殊胜。啊，今天学佛的同学，多少人把这个法门忽略了，认为什么？那它太容易了。啊，认为它是度老太婆的。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一类人。啊，学佛特别喜欢大乘经论，对念佛法门没放在眼里。啊，总以为啊，这是佛陀慈悲，对那些没知识的人，给他们开个方便法门。不知道这是无比殊胜的法门啊，不认识啊。啊，我认识这个法门，是从《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认识的。年轻的时候跟李老师学楞严啊，我的底子是楞严经，我记得楞严经早年曾经讲过七遍，啊，《法华经》讲大意讲过一次，《华严经》讲过两次，啊，讲《华严经》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啊，把经仔细看一看，才知道文殊普贤全是发愿求生净土，善财是文殊入室的弟子啊，传法的弟子啊，肯定跟老师是一个法门。看到入法界品，果然没错。善财在文殊会上成就根本智。啊，也就是大乘教里面常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大彻大悟。善财在文殊菩萨会上证到这个阶层，这是圆教初住。啊，老师文殊师利菩萨就叫他出去参学。也就是说，在老师这里学习毕业了，老师认可了，你可以出去参学。参学是成就后的智啊，根本智，般若经上说的般若无知，这是根本知。那后得知呢，是无所不知。无所不知
文殊菩萨不叫了，叫你自己去看，多看多听多接触，无所不知。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第一位善知识，德云必修。啊，这佛陀是佛示现的，示现修什么法门呢？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啊，在这里表法的意思，就是先入为主。啊，是善财童子成佛。度众生第一个法门，念佛法门啊。德云比丘给他开示，讲了21种念佛法门，这21种一展开，把84000法门统统包括了。没有一门不是念佛法门，让我们才非常惊讶了。华严上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讲到家了。一门是主，门门是伴，主办圆融不二门啊。如果是以禅宗为主，净土也是办，哪一个法门都可以做主，都能同摄其他一些法门，念佛不例外啊。德云比丘给我们做实现。那么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10大愿望道归极乐。你看一头一尾，你就晓得善财修什么法门了。还不是这个经上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当中所参访的包括德云比丘52位善知识，那是代表无量法门。无量法门最后都归念佛法门，表这个意思啊！啊，我对净土才接受了，才不再怀疑了。啊，认真学习了。啊，我花了多少时间呢？差不多20年了，才接受我。所以我知道，古人所讲的这个法门叫难信法门。我承认它，真难信。啊，真难信而能信，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啊，我们跟这些人比也比不上啊！我花20年才相信，你们怎么1-2年就相信？啊，这个说明说你们的善根福德比我深厚。啊，我从年轻对任何事情没有真正搞清楚搞透彻，我是不相信的。啊，所以
真的还有心。啊，遇到三位好老师。啊，没有老师指点，我们自己去摸，不一定呢，一生能摸得准。非常困难。啊，老师的指导非常重要啊。啊，学生不能不感老师之恩。啊，没有老师，我们不认识佛教。没有老师，我们不认识大乘，不认识净土。那么换一句话是，这一生当中所造的行业肯定是三恶道。啊，老师的教导把我们从三恶道救出来了。啊，只是大乘净土。是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送往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恩德比父母恩德大了。那怎么报恩呢？信受奉行，依教修行，求生净土，这是报佛恩啊，报老师的恩啊。啊，不真干，怎么对得起老师？老师教我，那个时候我穷困呢，对老师没有一分钱的供养。啊，而老师那样的爱护，啊，真诚，特别拨出时间来教我。感恩戴德，永远不忘啊！观佛三昧经上这几句话，下面还有，我们从前面一直念下去。二十日会中，即有设方诸大菩萨，其数无量，各说本愿，皆依念佛得。下面，佛告阿难：如今善知圣物王舍，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说如是念佛三昧耶。我与十方诸佛及贤劫千佛，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故，得一切种智。是故弥陀亦如世尊，即十方如来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故但要意念诸佛也。到这是一段。佛只有告诉阿难尊者，如今善知，持
是接受，受持。它不叫受持，加个善持。善巧受持，慎勿忘失。要谨慎，不要把这种事情忘记掉了。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皆说如是念佛三昧。这个如是就是弥陀，直接简单来说就是这一本无量寿经。诸佛如来没有不说的，为大家介绍阿弥陀佛，介绍极乐世界，劝导大家发愿往生，清净弥陀，一生圆满了。无量无边法门呢，都比不上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诸佛都说，世尊即讲了，我与十方诸佛，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与十方诸佛以及贤劫千佛，这是讲到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大世纪之中。这个大世纪叫贤劫，会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这一届的佛太多了，有很多这个届当中一尊佛都没有，这一届里头有一千尊佛出世，所以称为贤劫。那么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的灾难，在佛法里面看，这是小事，不是大事。这些灾难出现在贤劫，贤劫有千佛出世，这个地方是福地呀。那既有灾难呢，那是人为的。在这个时段，大家把圣贤教诲收获了，特别是佛法，由此可知，佛法的兴衰与国运与世运是成正比例。佛法兴，社会安和乐利呀。佛法要衰了，没有了，灾难就现前了。所以许多同学知道，古人知道，如果社会有灾难，用什么方法来化解灾难？讲经教学。诸位看《人王护国经》，就是明显的例证了。国家遇到灾难，凶灾了，向佛请教，这怎么办？佛举行人王护国法会，人王护国法会是什么意思？
全国推动佛陀教育，让所有出家人在此时此地要讲护国息灾这一些经文护国息灾经文里面主要讲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断恶，讲修善，人人都懂得，那不就像现在美国科学家布莱登所说的，怎么样化解2012的预言灾难？他提了三句话：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人亡护国经就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救国教育救灾救难的教学人能够把恶念放下了，把恶缘放下了，一心向善，灾难立刻就化解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平常我们一个人遇到灾难怎么办个人的灾难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得病受病苦另外一种就是受到现在讲的自然灾害这个时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放下一切不善的念头，放下一切不善的恶缘也是弃恶向善。改邪归正依教修行你的灾难就化解了你的福报慢慢就现前了一个道理所以佛法能帮助我们自己提升自己，能帮助社会，能帮助这个地球。特别是无量寿经，特别是这个汇集本，真有效在哪个地方讲，哪个地方有大福报。我们今天利用网络，利用微信，希望无论在哪个地方讲，全球都得福报，全球灾难都能够减轻，都能够化解，因为灾难频繁，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道理在此地希望同学们都发心认真修行自行化他了这个力量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